我们一个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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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
电影，也勾起了我对于龙塘的回忆。这个好会加油，上镜子，这个东西他们这个要拍小人一样的，老不好看，晚上看。小人，老不好看，小一下晓得，本身面孔就讲这面孔。本来就丑，真的，本身这面孔就难看了，他。下半天，阿姨伯伯聚了一道，吃吃茶，家家三五，搓搓麻将，日脚过得来得个乐哎。小朋友下课呢，一路打打闹闹，前后弄堂串串，武功道也施展得开。老弄堂里向可以讲要啥有啥，生活非常方便。虽然没林立的高楼，但是老城乡里人跟人的距离还是非常贴近的。阿姨画个钟摆算盘，阿姨上画个灯摆。那我以前有光蛮怀念的，从前龙堂穿到后龙堂看看，小辰光在龙堂里生活的。那么今朝阿拉要讲个龙堂里向，有两种情景了，现在不大看见了。小辰光龙堂是老闹忙的了，各种各样的行业，各种各样的消费侪有的。阿拉今朝讲呢，叫绣钟摆戴棉花。我刚两位老师那个阿拉秦老师、朱老师已经这个眼睛里向有这个印象了。是个这个绣钟摆戴棉花了，它一般这个消费了两样的。不一样。一般消费，比方讲这个蛮多啊，龙堂里向经常要绣洋山个，绣啥么子个？刀磨尖刀个。还有啥个簸箕个啥？这个上天簸箕个。侪有个。但是呢，这个绣钟摆戴棉花了。两桩事体。这个蛮大成功个。啥叫大成功了？对。就是讲这个这摊子摆出来了，蛮结棍个。不不，侬讲到大成功了，大成功啊，大成功！我印象交关深啊。这个戴棉花也好，绣钟摆也好了，一定要大成功。这个一句上海的老闲话，老闲话。这个伊准备工作比较多。哦，先准备工作。那侬想呀，假使讲绣只钟摆，老早人家的这个石库房子住了楼下还好，住了二层楼、三楼阁了，搿是搿只钟摆搬下来了。侬想想看，还是要动工啊！不能讲我还住了阁楼里向，阁楼里啊，二层楼上头搭只三层高，钟摆搬上去也老吃力了。侬想要下头两根竹头，到下头提好，那么啦，再拉你下头推上去，上头接好支绳子再拉，拉上来，拉到这个竹钩浪向挖上来，挖到二层楼，侬讲了。秦老师讲的绣大成功啊，真的大成功，这是绣大成功了。是老舅父啊，老舅父啊，结婚辰光用的。哦，还是老舅父结婚了。哎，结婚戒指。那是老古董了。老古董了。慢点，你鞋高头没在那掉下来。结束啊。嗯。走。小米搞牢了，马上来。去吧，去吧，兄弟。丁，我上你，丁你。哎，好。这样。因为原来的石库房子啊，这个楼梯才比较狭小，而且陡了些。那么所以讲呢，像大街上呢，像大市啊，后头是中板呢，老早侪要从下头吊上去。哦，那么所以要修这钟摆呢，要上头吊下来。哦，修还没修了，已经大成功了，先上头吊下来，那这个是准备工作。准备工作啊。第二个大呢，推下来的场地要大。哦，一只钟摆这个。哎，侬想想，要过去嘞。侬顶顶起码一只钟摆四尺半。根本等到屋里好修吧，一定要挪。屋里不好修。屋里有辰光地方实在小呀。是个。那我不刚过了嘛，一排上四栋。啊，一般像那种石库门弄堂了，一般呢弄堂当中要凹堂，可能摆进去呢不影响人家进出。假使讲看人家屋里向有的天井呢，天井个相对讲起来好。哦，那么你修钟摆也蛮出格个了，伊不好靠了石大边浪，
伊必要当中稍微当空一点，对，因为伊要私密好走人，对，哦，对个，对个，对对，对吧？伊往啥侬考了考标，考标了不来塞个，哎，因为一根线走过去，搿面是伊私密要走人的，因此讲伊必要稍微离开一点点墙，离开点墙搿个地方。那么场面比较大了，第三大呢，开销比较大。那那就开，侬想想，修这中包，假使屋里向侬啥个修这碗坏脱了，补一补。啊啊啊！三开玻璃补一补，削刀磨去刀磨一把刀，几分行钿。哦。那么修这中包呢？哎呦，这个十块朝上了。哦，搿个辰光十块啊，我晓得，老老多。上大头节嘛，大头节拿出来嘛，搿些辰光大头节蛮结棍，侬想真赚几点钞票？所以讲修中包是等于要。赚的少点是三分之一个工地了，那么上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了，是不大去坑修这个中板。哦，不大坑这个能够搬嘛，就搬搬。哎，所以叫中板中板。哎，板要困到哪能呢？哎，困到这只中板荡下去，荡下山谷像只软包了。哎，对对。早朗向人爬不起来了。哦。然后这个叫没办法了，一定要修中板。一定要修了。哎，那么所以呢，当然大进攻，大进攻了。我认为这个山个大，对的，只有代表了大进攻。因为我晓得困小辰光困中板了，哎，困搿家人家有只中板了，也蛮吃家的了。小辰光在困木板的呀，对对对，那就比较穷的人家呢，困木板的。哎，来个中板板要梆梆硬，梆梆哦，板要长细有的弹性，有弹性呀。哎，搿么中搿只中板里的，我小辰光总记得，到了阿娘屋里去中板了，去中板，那马上跳，那么等你讲，哎。我跳的，我跳啊！哎，我跳，我跳。中盘不能中弯的呀！侬讲到跳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嗯，大概是1956年。哎呦，苏联大马戏团到上海一场，哎，他妈的也带我去看了。哎，去看了。一看嘛，这个地方里讲一个小丑了。哎，小丑里头叫啥？本上飞人。哦哦，本上飞人，对吧？嗯。本上飞蹦蹦，抬得老高。哦哦哦。那么回到屋里面，我也想屋里中盘也是好看的来吧？啊，这马戏团蹦蹦。哦。天花板嘛碰着了，地板都碰着了，掼下来，掼下来了，都浪费只 W 了。哦，搿个辰光中板嘛又没底价的，侬不到底价里去喊人家要修中板，搿么侪是还是哦，对个，要交的呀。哎，参加走行的。中板啦，哎，伊会得有广告。啊，要到弄堂里来交的。广告是自家喊。哦。不像像电视台做广告，伊自家做。哎。这个侬晓得。搿啥广告是阿拉？经常要听见，现在我现在交。哎，侬先交，哎，阿拉邢老师。邢老师。叫起来领导的了，就差十八条才。哎，对对对，伊呢一般才等得去。啊，阿姨画个中板书法，阿姨上画个藤板书法。哎，哦，板又上下句啊，上下句啊，一对上一句话。哦，哎，搿能搭起来呢？这个一听晓得，哦，修中板，而且。修中板的人喊了，基本上侪是军人。哎，咱们得有点拉皮个。哎，还要有个爱上万个中板新员，爱上万个藤板新员，一般军人叫的。阿辉老早看麒麟龙看得多。哎，对对对，修中板呢，基本上侪是过去。哎，侪过去。而且呢，侪是一般的装束，侪是个能噶个。拎背着工具包，哎，工具包里向嘛有的木绳、木枕头啊，有的小榔头啊，围着一根铁签子，一只锁子咯，一只锁子，哦，一只锁子，还一根铁签，哎，那么另外围一根，唯一一只是类似像这个穿线的，哦，穿线当中留空的一只尖尖头的么子，就是因为中板比较大嘛，嗯，那么两个人，譬如上手到下手，嗯。师傅登了此地，哎，徒弟到搿边，徒弟登了单沟，嗯，葛末沿着此地个线呀，啪，跳到单沟去，哦，单沟个徒弟一根线落牢，马上此地勾一勾，勾一勾，那么搿根线啪再拉出来，哦，一、两、三、哦、四，葛末搿个线呀就来回好扳了。现在呢，很少还能听到修中板个叫骂声，迭个职业辣辣上海啊，也几乎要消失。但是阿拉经过打听。还是寻到了一家专门修中板的店，门面不大，老板娘夫妻两家头呢也没帮手，但是啊，生意好像还是蛮忙碌。就拉这一个，这个拉起来之后，我就把它那个卡住它了。能了，我到那边又要把那个桩子推掉。这个绳子靠手就拉不紧。只能靠这个专业工具啊。阿拉去的辰光呢，老板正好辣辣做一只新的中板房。
辣辣穿中线之前啊，伊先要侬伊拉辣水里向浸一浸，增加中线的韧劲，迭能呢穿起来更加牢，弹性也更加好。那么要从一只空的木架子到一只弹性非常好的中板床，要穿三层线。第一层先用尼龙绳打底，然后呢再穿中线，最上面呢再铺一层藤板。中板中板们最考究的就是中线，一只中板床要用脱十七八斤的中绳。老板穿穿呢还要穿三五天辰光，但是用现在闲话来讲呢，这种纯手工打造的床呢，才是最最实动力的，对吧？那个中板修起来多辛苦，那、这个、么搿只板嘛捆上去了，那么上头要盖个呀，对不啦？盖嘛重新才是搿个棉花毯了，对棉花主要了。是个，这个棉花要捆了辰光上要抬个、啊，这个抬棉花啦，也、要多辛苦的。对个、一个呢，还是准备工作要做的比较多啊。侬想想看呀，这个抬棉花总归屋里向爷娘比较早做准备。哦，搿两条棉花毯勿来事了，勿来事了，板结了。一个棉花辰光一长，板结个了。像阿拉讲叫个棉花毯像笋干一样，哪能捆上去勿适宜？哎，勿适宜了，对吧？勿暖人啊，而且会得变黑个。对个，会得变黑。颜色从颜色么黑了，有的稀稀白个。嗯，阿拉年轻人结婚辰光还要棉花圈哩。对，棉花圈。勿是讲侬有钞票就买到个棉花毯，就是讲一般呢，比方讲侬。不得光带一条皮头，哎，这肯定是，因为屋里向几条皮头，爷娘在准备好，自家在一道带，一道带了，一道带带。那么往往呢，三条皮头呢，带成两条，哎，哦，要省好，要省好的，一个省好，另外一个背结了，哎，有种棉花不好用，带不开，有种带了再飞脱，哎，因此讲呢，比方三条皮头并两条皮头，现在也是个能，这个是正常的，正常省好，但人家才晓得个，哦。那搿个需要高师傅带棉花带到，哎，那么，哎呦，那么人家才会来吃。那么一口一口从上面晓得了，哎呀，小高师傅老灵啊，带棉花带得灵得不得了，松是松的嘞，我盖了身上像几像一，那么一揉揉十揉八，对，那么市面老百姓才晓得，每有路还会跑得来。那么在弄堂上少了啦，嗯，到不大看见的跟人家只捧得来带棉花，搿阿里在点棉花袋，他没地方去带。那么啥道理呢？天天都辣报 PM 两点五呀。对，弄棉花棒棒棒三点，不是两要三点五，三点五。而且带棉花搿么搿能介，我是这个搿只棚里向，我小辰光有几年，我到只棚里去看过啊。你带个声音蛮好听的啦，我可以带，的确是神絮飞扬，是啊，这个神絮飞扬，而且四面飞开来。那么你带棉花辰光呢，一张弓。啊，搿张工蛮长的，嗯，基本浪向还要四五尺了。哦，那么当中往里呢，就是一根牛筋，牛筋啊，搿根牛筋是蛮老、蛮粗的，嗯，背心浪向后头围一根老长的竹竿，啊啊，拿搿只弓啊，侬吊起来，吊起来，嗯，吊起来之后呢，棉花毯从前辰光台棉花就是全部铺了，铺好，搿只弓子，嗯。手里向还拿根绳子，啊，绳子上就是浪头了，啊，那么就敲了搿根。女金浪向，女金浪向，烤出来声音倒蛮好听的。哦，那么就是等于是那一个棉花要烤松，烤松听见声音，嘣炸炸，嘣炸炸炸，嘣嘣炸嘣嘣，哎，到三个两天叫你无言。哎，那么所以烤来当当当当当的烤来，这个女金当当当当跳，谁来？我上了棉花啊，棉花浪向，哎，没不跳舞了就是。哎。好了，音乐倒是行了，怎么？哎，侬棉花才摆在纱布，挂了纱布上，要不然才走透嘛。嗯，侬了纱布高头抬，侬砰砰砰抬，塞了里面。到阿妈你纱布块等侬包，等侬包好。另外一只裤子盖头，侬轻啊，一只裤子盖头，像只条子一样，老大稍微个条子，早头浪条子盖头啊。不，伊要是抬得老蓬了嘛，有的老蓬。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帮侬要压下去。嗯，压下去以后呢，随后呢要绑线。嗯，因为侬棉花搿能样子，侬绑线有讲究啊，哎，有讲究有啊，这个绑线有讲究。那绑线呢，伊也是那样子，分两种，一种假使侬对讲师傅啊，我这条棉花带我囡恩要出家用，嗯，那么呢，伊是用绑线两样，红个绿个纱线帮侬绑。哎，棉花带是红个绿个线，哎，比较老老几。搿个呢，我到现在阿拉夫人，嗯，搬家过来两条棉花带，我要扛，都还没用过啊，哎，是红绿线。红绿线，哎。那么一般屋里用老棉花毯呢，就是黄个白个舒适，来些呀，哎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，不讲究了，哎，不讲究。那么弄好以后呢，伊这个舒适帮哪像网格一样，嗯，搿戴好棉花不会得飞出去，对，就形成功一条棉花毯。嗯，那么老早呢，大家晓得，一般人家讲是嫁囡恩啦，嗯，
四条背头是顶起码。哎呦，对个，我晓得。这是个白家装啊，起背啊，四条背头，四条背头起背啊。所以不灵啊，不灵啊，不灵啊，不灵啊。我先被人家讲啊，哎呀，侬看到看人家呢，哎，那么这边这四条背头，哎呦，总是穿家装，我晓得，穿家装了要看啊，哎呦，几条背头弄上去了，说，哎呦，看人家八条背头，八条背头，十条背头，哦，这个皮面子啊，就漂亮。对。你们老庄的哎，新娘，哎，那我也叫侬晓得。哎，来来，上海就绣女。六月里加暖，不要棉被。我定打打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这个打了这个被头不搭嘎嘛？搭嘎个呀，搭嘎个呀。哎，就棉被啊。哎，老早意思有点对了。根本哪能我不懂呀？意思有点对了。哎，叫六月里向加暖，不要棉被。哎，侬想呀，六月里天加热，哎，要被头盖不啦？不要盖，不要棉被头哦，不要棉哦，这个不要哎，不要棉被头。六月里要加暖，不要棉被。我肯定也一定啊。那么哎，那么从搿句闲话当中呢，引申出去的。老早倒是大热天不答应结婚。哎，侬看啦，因为老早搿么啥道理到大热天要结婚呢？哎，那么侬想想看呀，到后头来不来塞啦？好了，那么所以呢，大热天没办法了，不要结婚。引申出去呢，就是讲。有种小女不来事，哎，不来事啦！六月里结婚咯，老秘密，不要叫不要秘密。那么现在不管了，因为啥道理？现在要医好了，哎，没啥个，哎，没啥个六月里老师，再不讲了，因为啥道理？有的空调啦，有的冰箱啦，不存在这个问题，也不要搓皮头了。老早一部家长弄到里面，老早弄到里面，大家要看啊，他们要师傅啊，几条要皮的，啥家长人家对了，台雨棍老母自身动了样样，再来四条棉花台子，嗯，赶紧穷点钱，穷点钱，没办法呀，要装不下几只几只，哎，装不下几只，八条嘛，够得起，到十二条嘛，哎呦。得看人家，看人家吃家的。哎，那八十年代上海人结婚啊，小姑娘侪要准备好自家嫁妆。顶顶重要的呢，就是两只樟木箱，八条新的棉花腿，从一斤半到八斤的，可以盖上廿年了。为各种颜色的缎子被面，大红大绿，喜气洋洋。其实弄堂里向了，老早这个文娱生活了比较枯燥的。对对对。所以这个吃好夜饭了。一般在祖国在龙堂里向做事面，盛风亮也好，这个兜兜圈子也好，所以侬龙堂里来自个台面花也好，来自个这个修松板也好，哎，只要人家在，搿是闹忙了，搿是闹忙了，哎，天都摆出来了嘛，大家侪要来。哎呦，阿叔啊，哎，哪能啦？那我哩经常迭只修松板，哎呦，搿个朋友修松板修得来得了呀。上趟子好像那个屋里向是一修的呀，哎呦，怪不得今朝又来请得来了是吧？干什么事？侬要修了？灵哈灵，哎呦，这个师傅人家来得客气，侬还好打这个师傅讲讲，明早好吧？可以去哎，哎老师傅，明早到人家妈屋里向去修好不啦？家的下去公道，哎，搿算得不得？我弟讲好了，八到侬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阿拉今朝闲话上海滩侬看，两位老师以身说法，老早是有点那样子，老早啥个？那个前头阿嫂，后头婶婶。所以这个师傅登了个龙堂里向，要登一下。哎呀，登一下了！今朝张家请侬修，明朝李家请。对，因为老早个龙堂是李成批个了。哎，啥个李了，啥个方了，咱们那么一闹，搿么又搿个龙堂里，隔壁龙堂里。这个龙堂再龙堂，龙堂里龙堂，发一趟噱头。嗯，那不闹，自家该自家办事。哎，那么就讲了呀。这个人开办来说，哎，这个人做生意不诚实，不老实。那那个听侬晓得呀？从前辰光，张家堂、李家头搿条弄堂里向侪晓得，一点点个事体。今朝被他讲起来是，今朝屋里向七十八斋鸡，好，那是大事体了。讲得整个弄堂侪要晓得。像朱三林搿种有艺术细胞的了，哎，伊蹲辣弄堂里向，从早浪向四点多开始到夜里向了，搿种叫卖声是。丰富了不得了哦！那么伊这个好唱戏没地方好，哎，最好叫嘛声，我嘛叫嘛声哦，两样声才好叫。早上四点半叫啥呢？哟，拎出来！哟，拎出来！这个是早上要喊得响哦，富贵呢屋里好起来了哦，因为要喊到这个三层楼老宅，三层拎出来，拎出来马桶啊！啊，那么再挨下来呢？普通人嘛，小当菜咯，太古菜哦，这个要哎呦，小当菜咯，太古菜上江头咯，绿树啊，那么这个被浦东阿姨啊，浦东阿姨，哎，来，妈妈，这个这个菜倒是管饱的，别管，我还不记得，哎，其实到夜里向，各种各样叫卖声味更加多了，那什么叫了么啥个古董啊，这个用啊，对吧？古董啊。
河谷洞啊，还是上下去，还是上下去，但是上下去搭档了，就来买收酒壶，收酒壶，哎，壶哎，啊，还有啥来东西嘛吧？啊，叫来东西的，在我错么子？哎，酒壶，你叫海壶哎，那咋叫海壶呢？不是海壶王的，不是海壶王的海壶，你是海了海，没用上啊，没用上，叫海壶哎。阿姨三娃个来东西嘛吧，那么这个夜里向到了夜里了，哎，买面包，嗯，啊买面包啊，哎，侬听见过吗？不听见过，侬只听见过，嗯，先，哎，对对，继续听我，啊，粽子买面包，另外嘛，买面包，嗯，买面包，嗯，喊得老轻的，哈啦哈啦，侬送面包。哦，烧面包哦，沙里向轻的，哎，你晓得那困觉啊，困觉了哦，也喊得老轻，哎，那但是有一样不是喊得老响的哦，声音老老响，而且呢，跑步跑得快得不得了，哦，那那，奔哦，哎，马上，哎，落雨里向马兵，那么一把小车了跑得快了快的嘞，真的三个不当短跑，一大路跑一大路喊，兵接兵个马兵个。啊哟马兵哦，兵接兵哦马兵，哟马兵哦，兵接兵来马兵哦，哎哟，跑得快得不得了，为音乐性，哎，音乐性，伊为啥道理要跑得快？要养他个呀。所以这个从早浪向眼睛拨开，这个拎出来，到夜里买面包，到夜里向加许多这个这个消费，叫嘛？这一步嘛，对个对个，还楼梯叫叫个个。我看有机会了，龙塘里向个叫马声，搞好注意点，搞好搞好，人家有这侠盗母鸡到了，还有叫叫乖乖。今朝今朝看样子，神话差不多了。又是一句闲话，那啥话？棉花店里西老板，棉花店西老板不对，不对了呀。哦，我躺在的。哎，啊，多谢阿拉两位嘉宾，阿拉老上海个这个修中班带棉花，上海滩龙塘个风景。好，谢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了《闲话上海滩》啊，的观众朋友们，再会，再会，再会。好，让阿拉看看，今朝辣辣微信平台浪向有啥个留言？小哥，大金工啊，大金工，搿大金工哪能介想法呢？哎哟，搿位师傅啊，真叫侬师傅了。为了回答侬迭个问题呢，阿拉真正也大金工了，问了交关专家，翻了很多资料，但是呢，还是靠勿定。基本浪向呢，有迭能三种讲法。大金工一种叫大金工啦，就是意思呢，公司凶猛，决心也大。而且个毒性呢，啊，差不多一样的。还有一种大金工，搿个是按照伊个意思来的，做生活呢要勤快，声势要大。第三种大金工呢，也是阿拉资深的专家啊，老早辣辣何里一本名著当中看到过的。伊就觉得标准的写法就应该是迭能写的。不过勿论管何里种写法，大家对意思呢侪没异议。大金工就是讲声势浩大的去做桩事体。晓得修中板能到家能，但再小的事体呢，还要弄得勤勤恭恭。那么后来呢，用来形容上海人啊，欢喜热闹嘛，帮场面呀，啊，生怕人家不晓得个做派，啊，用上海话呢，还有两句了，叫勤勤恭恭，勤灵恭融，才是指声势很大。伊跟侬眼皮翻起来，刮胡子刀，搿刀口上头硬硬的。啪！跟侬来回推他，吓牛！我我只有十几岁嘛，伊拉第一趟到我拍电视辰光，就觉着我像三十几岁。啊，头发做坏掉了。怎么觉着我老老气了？